快看啊，谁家的企鹅居然逃学了。来哈尔滨我只干一件事，去看看属于东北人自己的迪士尼花车游行。有没有人告诉我，这个书包里到底装了什么大宝贝？哈尔滨人是不是人手一只企鹅，还能带上街溜达的那种？我现在入东北籍还来得及吗？不愧是哈尔滨顶流，实在是太可爱了。胖宝宝我摸摸我摸摸，真想抱抱呀。带走一只估计很行，好有盼头，嘿嘿嘿。